好呀，别阿爸好休困啊啦。啊，杨秀英还未退休哟？有啦，有较退啊啦，啊，不过人阁无爽快滴个啦。来啦，这好我啦，你有会啊，莫熬夜，你以后份我来照顾伊就好啊。你敢袂晓？嗯，啊，赵准讲我袂晓。我嘛会上网 Google 要安怎照顾病人，唔用烦恼啊。你若会晓哦，我阁放心啊。啊，不过我足担心你个，你脾气若无好，你敢袂少，安尼影响到个病情啊。嘿，我敢是迄种人，你安尼讲伤超过啊。我甲你讲算笑话，你安尼气不不，哦，你来生气哦，袂输十七八岁少年家足古锥个啊。嗯，老笑。好伊啊。讲真经验啦，我即马老啊啦，我较早照顾你个，啊，我着反倒人你爱照顾我，啊，做小云哦，迄是恁照恁家个代志哦，啊，恁家己去照啦，好，小云我交代予你啊啦。做开原本有美好的人生，阁有介意的对象，若是当阵我听因爸的话，莫阻挡因交往，是毋是因幸福快乐的时间就会较侪？做开，够对不起你，才知影你的人生会这么短。我一定袂拆散你甲杨秀英，我会凉茶说服安可甲 NT 接受恁两个做伙。就算讲 NT 伊唔答应，我嘛会替你甲这个压力打落来，互恁两个人会当偷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是嘞，拢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正就希望天公妹。会当给我搁一摆的机会，让这一切重来。无得卡，这个悲剧就袂发生。你就要离开阮啊！暗过这个世间。无后悔的药啊，通吃。我即卖会当做的，就是甲英爸做伙替你照顾秀英，啊，佮有你的囡仔。希望恩弟莫拆散因母仔囝，这是我唯一会当做的。
拄只有降半度，即摆哪会阁悬起来啊？啊，不过无超过39度就好啊，千万袂当超过39度，超过就一定爱去看医生。不管是毋是会互因伫发现，我拢爱照顾伊的身体。温度敢若有较稳定啊？伊可能是身体无爽快，才会安尼冰来冰去。啊，我房间有助眠的扩香，我甲摕过来。我梦到泽凯啊！你袂做无？你袂做无？放心，泽凯无走，我相信泽凯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躯边。我知影这阵啊，你吃真侪苦，辛苦你啊！不管安怎。我拢会陪你做伙面对一摆的困难，你着勇敢，为着泽凯，为着宝宝，为着你家己的幸福，千万唔通放弃，知影无？在，有咧流汗，安尼温度应该会降落，对你的病情有帮助。
好呀，啊你规日拢照顾小云哦，我看你目眶拢红红呢，啊你规日拢无困去啊？有啦，我有小米姐有教啊。嗯啊，我刚甲你交代，啊你若伤忝的时候，当甲我叫起来啊，啊我拢阁有早起来记录吼，啊至少咪当减轻，你会当一寡困眠啊。无差一两点钟啦，我半点钟就甲牛只个体温。半暝啊，伊个温度啊，毋是介稳定，啊，毋过拄只吼，已经稳定落来。我娘是36.6，已经退烧啊。啊，啊，毋过伊有流汗，爱加家补充水分。啊，半点钟拢流一遍咯，莫怪我昨暝啊困拢袂落眠咯。我看你安尼行来行去，毋只摕冰敷袋，啊，毋过摕东摕西，啊，你安尼规暗个拢无困啊，啊是要怎上班啊？你规去哦，今仔请假，啊，等住好啊休困。袂用接啦，恁婷若是知影我无去公司哦，伊阁要怀疑东怀疑西啊。我若伫咧公司，就算讲精神无好，我嘛会当凊彩找一个理由啦。你安尼顾别人，阁顾公司，安尼哪顾会起啦？无唔对，我等下就要来顾公司，杨秀英就交予你照顾啊。这无问题，这交我得后日，我煮早顿啊。啊，你早顿来坐坐吼，啊去公司若无代志，较早顿来休困下啦。嗯，好了，我先来洗一下面。嗯。看好样，真辛苦啦。拢怨叹我家己老啊啦，若无我会当好啊，代替伊照顾小云，伊就免遮辛苦啊。嘛做够照顾人诶，甲小云照顾甲遮尼好势。想想对对，回忆连连，相逢有诶对阮两人诶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